火鼎尊圣咒能够净除一切生死苦恼，随其福利，随处安稳。佛顶尊圣陀尼是一切如来智印，广大慈悲，甚深稀有，普利群生。若有人见闻相近此陀尼，其福德种种无尽，永脱诸恶道苦。从无始以来，百千亿劫所积罪业，悉皆消除，为一切诸佛之所受记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就是亲身，你看我这边为什么成为菩提道场，为什么叫我有一颗台湾唯一的一颗菩提树，就是跟这个经啊，它里面讲到说啊，你可以得到啊菩提道，我真是得到了，也有菩提，也有菩提树，也有菩提花，菩提果，人家都不晓得，只有你们来到我这边才有能享受菩提花、菩提果、菩提茶啊，一切的菩提智慧啊，都在我这颗菩提树，他就是一尊佛在那边说法啊，所以我这个利用这个尊圣咒啊，它可以先消灾，那消这个阳上消灾以后，那么就好修行了啊。那如果王者来持这个咒，也一样，也阴阳两立。所以这一部经啊，在唐朝非常的殊胜，但是末法又变成没有人家修，没有人家知道了这部经典，所以我自从这几十年来一直弘扬这部经典。如来佛顶尊圣能尽一切恶道，能尽除一切生死苦恼，又能尽除诸地狱阎罗王界畜生之苦，又破一切地狱，能回向善道。若人命欲将终，须臾意念此陀尼，还得真受得身口意境，身无苦痛，随其不利，随处安稳，一切如来之所观世，一切天神恒常侍卫。法界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